叹息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，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，关着一条灰色念头在后脚，我太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原谅，是想到别想我求饶，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所以散播心碎的发誓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，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，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，把太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原谅，因为你重重把我给打倒，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，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所以散播心碎的方式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，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，